E voi mi2012年2月21号，广东信宜市大仁山三清宫中大仁庙，坐北向南，猫头鹰穴，附带一下，这个就是杨旧平的出生故乡。2012年2月21号，广东信宜市万寿山刘玉女尼在此成仙，200-300年前。信宜市，马鞍山。这是这个吉他，吉他啊，吉他，这个歌要这个吉他，这个吉他，这个。
最近几个铁塔，这个铁塔出来一点点那个地方，最慢最慢那个地方。哦，这是桥对面去的，桥对面去的，往那边。他就叫那个铁塔的出来，大概是五十米这样，那个低一点点地方那个地方，跑过去，就是往过去。好，要投鹰哦，嗯，这样子哦，珍惜的哦，嗯，真是。投兄弟来，来，兄弟来，兄弟，你安尼干什个？我来这两边，这是马鞍山啦吼，马鞍啦吼，马头啊，马鞍啊，后边也是做平的吼。啊，这个，这岸呢，这岸就是老虎啦，哦，老虎跳墙啊，嗯，老虎跳墙，哎，这个是老虎的跳这个墙。这个小老虎在这里哦，这小老虎跳过去了，大楼已经跳过了，哦，第二个要再跳了，有没有看到大楼跳过了？啊，这里是小的哦，小老虎、大老虎先跳过，老虎跳墙，前面一个虎，前面乌龟虎要乌龟，哦，哇，乌龟顶安怎讲？乌龟镇了，哦，乌龟镇水，哎呦。孤丁啊，哦，孤镇啊，孤情，孤孤苦了哦，要孤苦了，要孤在谁里看？嗯，孤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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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孤哦。这个就是蛇了，嗯，孤蛇相会，孤蛇相会，这个孤哦，它这边是蛇哦，蛇一个蛇两个蛇三个蛇了，嗯哦，还有个孤啊孤丁呐，嗯，孤丁和蛇。乌龟是吧？哎，乌龟和蛇，乌龟和蛇相会啊、哦。嗯。哦，啊，头前哦，头前过有个落落山呐。嗯。哦，落落山呐，这关山哦。嗯。这关山好多好多万顶山了。新余市大屯山，山清冠冕群组。因为九段石的越往里面往山，这一次的话是，那整个山脉形状像一个猫头鹰，是猫头鹰穴，猫头鹰穴，这个三清观，这是旧的庙，旧庙。是餐厅，